每一日行過呢個地方，其實所有嘢都好平常，每個人都見過咁啦。但係其實只要留心啲睇，好多時都發現到唔同嘅嘢咯。每一次都唔同，咁好多呢啲 texture 啊，粒粒突突嘅嘢，我覺得都係由呢個世界或者環境或者係時間，令到佢哋變成咁樣，每一日都喺度變嘅。咁好有趣，其實每次行過我都會停一陣睇下，影下相啊。特別是一些發了毛啊，或者是一些青苔，全部都是有機的，咁生了在一些牆上面，一些死物上面，那個對比很得意啊。基本上我框框某一個部分，它已經是一幅畫，就咁睇咗一幅牆，都可以畫到100幅、1000張畫。咁呢種感覺，另外我覺得呢個咁悶嘅城市有翻少少特色同埋生氣喺度。